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恭喜全国投资人啊，今天应该有听我们的话赚得很开心了 啊对不对？我想哦，不论是指数股票，你对趋势要很清楚嘛，你要有预判趋势的能力才能精准的掌握趋势啊，你去不是乱猜的，趋势你事情要有专业的依据嘛。从9300一路跟你讲趋势向上，一路做多做多做多，已经给你画到缺口10400了，来了没有啊？来到11000耶。那你听张老师的话，你会去跟很多老师一路放空被高放空被高放空被高吗？哎，很多老师会员赔了1700多点呢，赔了好几万点呢。问很多老师空五口啊，满仓停损再空五口满仓，你告诉我1700你五口不就是快10000点了啊？2-3趟你不是赔好几万点？你听张大文的话，趋势向上一路做多，从4月18在这里，4月18创新高哎，啊，这天我讲什么？4月1811077创新高，很多老师还跟你讲上看12000-13000哎，还叫你全力做多哎，只有我从上礼拜斩钉截铁。啊，什么叫预判趋势啊？我都给你画得很清楚啦，清不清楚？向下，就是一个方向下。那既然向下，逢高要干什么？避险空嘛，弹起来就空嘛。因为大盘已经面临去年的套牢区嘛。这里坦白讲，多头，尤其4月18那天。爆量1800多亿，我讲大户出货了，多头败笔，大盘一定要修正，而且修正幅度会很大。你可能不相信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到昨天，因为张老师你说要跌，你说向下，到昨天都还没跌嘞，今天呢，跳空杀100多点。那这一个礼拜我们是怎么操作的？我已经讲了，大盘它不是马上转空啊，它会在这个地方震荡，好像开车你时速开到200，叫你转弯你转不过来的，你会往前冲，对不对？这是惯性。所以说大盘涨了1700点，它不是马上转空，它不是马上崩盘，它会高档震荡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礼拜就是高档震荡嘛。那高档震荡盘，我就告诉你，你要短线要高空低补，高空低补，先价差来回操作嘛，这是操作的技巧嘛，对不对？所以4月18一早，所有我们的 LINE， 你加入我张大文的 LINE， 通通有啊，啊，你加入我的 LINE， 哎，时时刻刻，4月18一早11022。空哎，你加入有哎，1102空哎，空下来呢，啊，100点了，有吗？4月189:131102空，100点，再来4月19又开口，啊，一早赖1102811028，再度怎样？再空。对不对？开高再空，70点，4月1970点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两天就170了。4月22一早再空，来，加入赖都有。4月22加入赖，一早11015，11015还是空哦。空下来呢，57点，有没有？170、50，有没有？这三天220了，
4月23号比较多空，多空来回几趟啊。4月23有没有？一早10988先空，10988先空，是不是？先空下来50多点，9点半10951又翻多，有没有？又弹了将近五十点，40点，然后11点钟10968再多，又弹50点，三趟也100多点嘞。有没有？4月23号，三趟空多多，50、40、50，是不是100多点？24号，所有赖的同学，一开盘，11039，11039空啊，开高再空，怎么了？又是60多点了。所以从4月18、19、22、23、24，这5天你自己看看，啊，怎么让你赚钱的？400多点的行情，这就告诉你，在震荡盘的时候，你也不要死多死空，来回操作，150、75%，对吧？170、50、50、40、50、60，你这样就掌握到400多点来回的价差嘛。我们的目的就是赚钱嘛。好，那前几天这已经是400多点了，昨天指数又涨了，有没有？昨天收红又涨了，啊，昨天很多老师又跟你讲不得了了，全力做多了。昨天4月25号，请全国投资人擦亮眼睛啊，所有我们赖的同学，昨天大盘是涨哦。昨天张大文在LINE里面是怎么样帮助所有的同学掌握法人筹码的转折啊？昨天呢，对不对？我讲过台指1天50点，一个月你就20万了嘛。一口，如果100点呢，你就40万呢，对不对？哦，1天100点，一口一个月你就40万呢。来来来来，昨天4月25号大盘涨哦，有没有？所有全国赖的同学，4月20号，所有赖的同学见证，我张大文昨天在赖里面怎么跟你讲的？昨天所有赖的同学，我是怎么跟你讲的？大户 AI 城市11036，再度怎样？转空，台指逢高放空，台指逢高避险放空策略不变。昨天在涨哦，很多老师叫你全力做多哦，所有我赖的同学，你会被骗吗？啊，我告诉你，昨天拉高是怎么样？拉高是右空，是不是？拉高是右多盘呐，拐你们进去做多啊！来来来，眼睛看一下啊！所以你加入张老师的赖啊，昨天4月25号，有没有？大户 AI 城市11036再度转空，台指逢高你就给我放空就对了。昨天涨哎，来来来 ，AI 城市昨天一早翻多涨啊，没错啊，来导播，涨上来呢，11036怎样？空嘛，很清楚嘛。甚至我们昨天全国会员，扣讯会员，来来来来，昨天来来来，10:09呢。10:09呢，台指11035，干什么？放空哎！昨天大户 AI 城市11036空，所有全国扣讯会员，10:0911035附近，赶快干什么？空啊！你跟他客气什么？从4月18号已经多方出现败笔了嘛？反弹就是空，昨天是最后一次的空点，加码空，10:09，通通空得到哦，到了10:02还11041哦，有的会员，你昨天说被嘎了，嘎什么？怕什么？嘎个5点怕什么？叫你空，你赶快空，昨天是把握最后的空点，对不对？从18号已经多方败笔嘛，反弹都是空，
一切反弹都是空，昨天收红反弹再空。所以昨天所有赖的同学10360空，你也都空得到、哦。扣讯同学10350空，通通空得到哦。今天呢？今天有没有赚钱？有没有赚钱？来，导播照一下，定格一分钟，不要动。你昨天跟张大文10360、10350全力放空，你告诉我今天赚多少点？导播，我们定格一分钟，大家自己看。赚钱很简单嘛，你就听我的话就对了嘛，我会害你吗？啊，我会害你吗？30年的功夫啊，9300一路请你做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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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会害你吗？1700点，4月18号10077，告诉你多方败笔，放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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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8号10020空。100点，19号10028空70点，22号10015再空50点，23号高空低补10098先空951多，来回操作也100多点，24号反弹11039再空再空再空60多点，哎，这五天已经多少点了？啊，你这五天每天扒来扒去。你跟着大户 AI 城市5天400多点，你为什么不好好把握呢？你昨天再涨，对不对？昨天再涨，你的老师又来了啊，又多多多了，哎呀，权力多，笑死人了。昨天斩钉截铁，10036再度转空，台指逢高逢高逢高避险放空策略不变，全国扣讯同学。11035，赶快空啊！10:09，啊，都空得到啊，嗯、啊，昨天10:09没错吧？啊，10035有没有？4月25号礼拜四啊，这都不能造假、啊，我把证据留给你看啊。你的老师昨天拼命做多，全力空，今天136点。好，不啰嗦。这个盘我已经跟你讲了哈，短线当然了，长多结构目前是还没有破坏，但是短线需要中期修正哦，要跌到哪里啊？还没跌完呢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以为跌完了，啊，既然还没，哎，我喉咙不太好，不好意思，还没跌完，既然还没跌完。下礼拜反弹，你要把握最后的空点啊！就像昨天叫你把握最后的空点，今天135点，那下礼拜礼拜一还有很重要的加码空点啊！因为大盘还要跌啊，还要跌啊！我跟你讲，只是我不能告诉你跌到哪里啊！啊，那金管会不准我们讲，但我知道还要跌，所以下礼拜会有很重要的加码空点。啊，听清楚哈！所以下周台指会出现很重要、很重要、很重要的加空点，啊，在109XX，好吧？在什么地方？我们今天开放10个名额体验，错过昨天最后的空点，啊，136点，下礼拜还有很重要的加码空点，今天开放10个名额体验，
大家赶快来电话报名啊，赶快来电话报名。再来股票不啰嗦了，对不对？股票我怎么跟你讲呢？啊，我已经警告你们，小心哦，陷入指数的迷思嘛。你不要赚了指数惨赔股价、啊，对不对？从上礼拜警告你高档避险放空啊，啊，玉金光从523警告你高档避险放空，今天玉金光跌到哪里了？自己看一下啦，380了啊。从520警告避险空已经130多块了，十张就130万哦。稳茂240警告你转空避险，今天稳茂呢？啊，稳茂呢？207跌停板，拍拍手，对不对？240警告你，再来。讯星141警告你转空避险，今天讯星呢？啊，116跌停板，再拍拍手啊，通通在我们的掌握中啊，对不对？耀华22转空避险，今天是不是再破底？啊，有没有？啊，对不对？今天再破底，美食137转空，啊，美食今天呢不美喽，再破底，漂不漂亮？拍拍手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汉讯87转空，啊，今天呢又快要破底了啊，国巨386转空，好不好？杀到300了，有没有？啊，那当然，短线上这个地方，国巨酝酿反弹，短线这里会反弹，注意一下啊、哦。没跑的反弹上来，你要把握，好不好？把握卖点。华新科233转空，好不好？华新科短线注意啊、哦，反弹上来把握卖点，好不好？启立新2451212转空啊。建策136转空，要跌到哪？你小心哦，我跟你讲。巨大221转空啊，要跌到哪？翼龙电96转空，好不好？达迈65转空，再破底。BHQ 191转空，破底啊。中磊73转空，要杀到哪啊？全新100转空啊，不要以为跌完了，好不好？智邦140转空啊，都要小心了、啊、我跟你讲，转空避险股票我都事先提醒你、啊、南电一样55转空避险啊，双红一样转空避险啊，散热族群的你要注意啊，筹码转空了啊，超重一样185转空，要杀到哪，好吧？亚光103转空，今天一样破底，一样破底啊！双美79开始转空了、哦，要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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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，好不好？双股票转空了，你要赶快避开。那当然，有些还是会涨，像底部翻倍，送你的创意有没有？是不是啊？大涨55创新高，啊，拉回还是可以注意啊，值得从70多块大涨50%有没有？创新高，拉回还是可以注意。那这档5G 低价一路旺旺旺旺旺，好不好？那这档股票昨天创新高，短线拉回还是可以注意，好不好？那五路财神，好不好？欢迎啊，跟上我们脚步。那股票转空的股票你要全面避开，指数下礼拜很重要的加空点，好不好？指数下周很重要的加空点，你一定一定要把握。今天特别开放10个名额，赶快来电话报名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
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子曼。即使高速公路应保持安全距离，在国道上小型车请将速度除以2，大型车请将速度减20，进入雪山隧道时与前车保持两个斜行线，或是与前车保持两个消防栓的距离，这是大约50公尺的距离，大型车则需与前方车辆保持100公尺的安全距离，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状况，千万不可以跟车太近哦。好，4月18号我已经警告你了啊，多方败笔，好不好？中期修正啊，那时候4月58号已经公开跟你预告了，好不好？一切高档要懂得避险空，尤其指数的操作，你要懂得避险嘛，啊，那当然一开始它不是马上崩盘，它会震荡，最后杀，好不好？所以它会来回，刚开始它不是马上转啊，它会震荡。所以刚开始你采取区间取高空点来回操作，所以4月18号1102空下来100点，对不对？4月19号1108-28反弹再空下来70点，4月20号11015开反弹再空加入 LINE 通通有50点啊，4月23号对不对？高空低补翻多，它来回震荡988先空951多，有没有震荡几趟也是100多点嘛？啊，高空低补多，100多点，24号再高11039，再空60多点啊！最精彩的昨天再收红哦，昨天又涨哦，那很多人就被骗哦，很多老师一看收红，告诉你什么多多多多你个头啊多！昨天收红是最后的加码空点，所以你看昨天所有我们全国赖的同学，昨天你是张老师全国赖的同学10000多人，你会被骗吗？昨天一早告诉你，大户 AI 城市11036，再度转空，台子逢高，避险放空，策略不变，这几句话还不清楚吗？这几句话就是我30年的功力。昨天涨哎，反弹都是空哎，很多人不相信哦，对不对？昨天我们全国扣讯同学10:09有没有？11035空，到了10:20还041耶，所有昨天听话的11035、11036全力重压放空的，今天呢130多点啊，一口20000多，5口13万，轻轻松松。但昨天是涨哦，所以你搞清楚啊，昨天涨你的老师被骗，叫你去做多，那你的老师就是很差嘛，你赶快把他扣讯丢掉啊！昨天这是最后的加码空点，他都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我张道恒昨天能讲这个话呢？啊，昨天涨哎，昨天不是跌，11036再度转空，逢高避险放空。为什么我昨天讲得出这个话呢？30年，金字招牌，好吧？那这次我带你
前面几天已经400多点了，这一空又100多点了，啊，好，那注意一下啊，大盘你不要以为跌完了啊，但下礼拜它会来回震荡，所以下礼拜会有很重要的加码空点，好不好？下周台指会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加空点，你千万不要错过，好吧？接下来向下是大行情哦，听清楚哦，大行情哦，好不好？那下周台指加空点109XX，你千万千万千万不要错过。我们今天开放10个名额，开放10个名额，下周跟着我们一起体验反弹最佳的加码空点，好不好？赶快来电话。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。